儿童家家酒组合好玩哦，超好玩的，太好玩了。这一个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品牌，哎呀，而且呢，它这我跟你讲，你打开每一个橱子，它的东西哦，像你就说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蛋糕，下午茶，蛋糕，下午茶，烂酷了，哇，这个的小女生看到哇，你女儿看到，疯掉，拿来马上吞肚子里，好奇。女儿比较贪吃的，疯掉了，真是超可爱的。这个连妈妈看都受不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黄瓜，大黄瓜。它可以啊，可以像小孩子练习切嘛。对，哦，可以拿下来。它那个就是要拿下来这样子切，然后呢，你看它底下还有面包哦。对，有。哎呦，分你们吃面包。哎，真的切得断的。中间是用魔鬼毡吗？还是对啊，魔鬼毡，魔鬼毡，魔鬼毡，超酷的，我最喜欢这个了。这什么？哎呀不，哎呦，还有你去哪拿来啦？香蕉圣诞，超可爱的，而且它还有挖这个冰淇淋的 scoop。对，它整个就是做的非常的，你看还可以自己配，有没有？好棒，可以自己配颜色，可以自己配口味。哎，好可爱，确实好酷。而且你看上面摘下来这一层，完全就是个琉璃台。嗯，对。然后上面有披萨，酷了。然后呢，它有个这个切披萨的，有没有？好可爱哦！啊，这样小朋友就知道什么东西要用来干嘛。对，可以这样切，非常的可爱。你看它这个好可爱哦。然后再看这边呢，它都有这个，有没有？啊，里面有蛋。对，好蛋。哎呦，好可爱！跟这个锅子里面也有东西呢，你看，哎，好可爱，青椒都可以切，对。而且这个整个桌子的 size 呢，就是提供给两个小孩子玩，差不多3岁开始，对，3岁开始玩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当客人，他们最喜欢那点菜，做给爸爸妈妈吃。好，这是美国的厂牌，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厂牌，多半是木制品，对，都是木制品。好，那再来看过来这个呢，则是德国的百年品牌了。有有有，这个更好玩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刚在这边玩疯了。啊？会吗？你看。我在烤箱里面放了一只烤鸡，里面你看有碗盘刀叉，好，烤鸡还没好，让它继续烤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最贴心的一部分啊，大家安静哦，听一下它的声音。哎，有火炉的那个声音，的声音，还有那个火炉的声音，是是是，真的觉得你在煮东西。小心你头发烧起来了啦。喂，还有它这个所有的转都有声音的，然后反而都是有作用的哈。对，好像这边就厉害了。你看它的油炸锅，它是炸锅，我好想买哦。这边也有这个迷你鸡跟迷你的那个香肠。是的，然后你看上面还有，你看到没有？电锅调味料，对 ，salt and pepper， 哎，没错。然后这边还有烧烤区，嗯 ，barbecue， 对，这个都可以转的，还有烧烤区，有没有？哎，小朋友一定疯掉，还有假装洗手的，有没有？让大家小朋友学会那个没事要哎多洗手，勤洗手。而且这个烧烤区你可以自己搭配，有没有？要什么食材，这个都可以转换。你看从小就练这个，有没有？一二三，拍手。这样子就玩完了吗？还没玩完。没有，我们教导他们要怎么煮，煮完了之后这些碗盘用完了怎么办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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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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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洗碗机的哦。你看，我要把这个用完的、洗完的有没有放进去？烘碗机里面。烘碗机里面，烘一下，洗个手，洗个碗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功能啦。那这样小朋友很小就会学会如何帮助爸爸妈妈做家事，教育的意义太好了。而且这个就是来自于德国的百年品牌，它一机两用，有没有？哦，双面的，棒，我超喜欢，我好想现在就带回家啊。好啊，那你先拿60几万给我，我就可以放。有这么贵吗？奸商哦你！这样一整组的呢，有美国来的，也有德国来的，这两样儿童伴家家酒最好的伴侣组合。是的，我们的差价是10000块钱，请问要买还是要卖？好，这个跟你最近平常在帮小朋友买东西，所以你觉得？应该，我觉得其实呢，单项的小朋友的东西不可能超过5000块钱，但是我觉得这一项有很多木工，对，在外面光买这个柜子就不得了了，是的，也许这一组会比较贵，而且两组加起来的话，10000块钱，我觉得绝对是划得来，哎，物超所以要买还是要卖？听杰森爸爸的话，嗯，我们要买，要把它买回家，买，给你的两个女儿玩是吧 ？That's right。这两个来自一个来自美国，一个来自德国的这个两个伴家家酒的组合，我们的菜价是10000块钱，两位决定要买？买，是，一、二、三 ，Yes， 恭喜 ，Yes， 真的，我跟你讲。
因为这全部木工的，真的不好做。而且它做圆弧的这个造型都很安全。是的，好的，来，各位请往前走。Let's go。你有事吗？没事啊。